我们刚从宾馆出来啊，打算吃个早餐出发。现在已经12点多了，我这边物价是有点贵哦，一份饺子25块钱。这边现在太萧条了，啥也没有，想吃个早餐都没有。要么就没人，要么就关门了。看来只做旺季生意哦，这边，因为现在太冷了，这海拔也4300，我白天只有不到10度，8、9度最高温度，然后晚上零下，哇，零下5度，零下9度，太冷了，没几个人想吃个早餐都没地方吃。太冷清了。走了一会儿，出城了。这边就是114国道，去云南的路。蛮看有几条路啊，通往成都，通往成都，通往四川。这边是214国道通往云南的。这有个什么千年岩井，还有101公里。还有红拉山景区45公里，曲子卡温泉度假村96公里，这就是114，我们就在这打车吧。打车好难。风口，我要往前走，风太大了。是啊，啊，没位置，没戏。举手，举手。这转弯的地方。边走边搭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搭到车。搭到一个藏族小哥的车。
哥，有。嗯，好的。那小哥，小哥，他们有两个，留给你两罐吧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这还有吗？我们不到那个台阶哦。没事没事，往前走就行。六七十多公里。可以可以。没事没事，往前走就行。还有一瓶，再剩一瓶就行。来，一人一瓶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们拿过吗？来来来吧，拿拿着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嗯，喝了一瓶。我不抽烟。好，我也不抽烟的，谢了。王康，再见了。你等等。卡住了吗？好了，好，嗯，好的，再见了，谢谢了。到了，两个赞助小哥哥的车，他们现在回村，我们在这继续搭车。哦，这风还是有点大，又来一个车。没停。这院好大哦！他们在干嘛呀？跟他玩呢、啊。我看一下。他们家好大、哦。他们在干嘛、啊？放牧啊，你看不到吗？放牛啊。好像在跟他们玩呢。搭车搭车，干正经事。快去摸一下，我就在这。摸牛。走吗？德庆，德庆不走。往前走。往前走吗？往这里到盐井。哦，可以，我们去盐井。可以。可以免费载你们一程，可以载我们一程吗？免费不到，免费到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嗯。你看我在搭车旅行，可不可以免费载我们？到哪里去？你往前走就行。哎，对。你到哪里？皮斯卡。可以，反正往前走就行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OK。天王也是一个人。那你们来得远。对，我们从拉萨下来。哦，从拉萨过来。对，今天从芒康。准备回去吗？去云南。云南。对。今天从芒康出发，搭了第二辆车。还有玉林红牛，这是哪里吗？我有，我们就专门送给司机的，就放在上面。我买的有。哦，放在你这里，我们就专门送给司机。别的芝麻。对。我车上都有的。哦，就送给你吧。我跟大哥说，这附近有个温泉，只要5块钱，等我们去泡个温泉。
我都要去洗。这边是红拉山漫山遍野的杜鹃花。哦，这个小镇非常舒服，一点也不冷，泡个温泉5块钱，难，看到没？就随着我听到不舒适是吧，你们听你们就听见了，感觉有点不干净，还是挺热的。我的半径各处都是刚刚那个温泉水还是挺烫的，就是有点脏感觉，然后就没有泡澡，我就泡了个脚，人还是有。这边住宿很贵啊，最便宜的170一晚上，就是晚上收了一下，最便宜的100多，平均都在400-500以上，算太贵了。今晚看来我们得换个地方继续往前走。而且吃饭类特别少，没有什么川菜啊，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吃的就那么一两家。前面有一家我们去看一下他有没有盖饭什么的，有没有盖浇饭？有啊。有什么吃的？有炒菜，有小吃，汤锅，有盖浇饭，有盖浇饭，有菜。什么叫盖浇饭？盖浇饭多少钱一份？25。最便宜的是吧？嗯，这边物价还是有点高啊，住宿最便宜的100多，然后吃饭盖饭都是25块钱最便宜的，然后像这什么八宝粥啊都5块钱一个，还是价格有点高。这算是从拉萨下来物价最贵的一个地方了，虽然环境很好，但是物价太高，没办法，你想在这住一晚都不行，想找个床位找个20-30的，那估计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你的观看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，这样我才能走得更远，去记录更多的生活。谢谢你。